早上5点多，太阳就这么大了。前天的一些西瓜还剩这么多，还剩25个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勇。前天后来我在剪视频，我朋友帮我拿去卖，卖的剩25个去了。然后昨天我爸把我自己地里面的西瓜都摘了，我都不知道。然后看他摘回来2担，现在放在那个堂屋里面，我等一下拉一担吧，跟这25个一起拉去乡里面卖。今天10号，我在乡里面赶集，现在等我朋友过来，刚刚打了电话给他了，应该还有个10分钟就到了。乡里面不早点去，那基本上就不用去了。洗完澡舒服了不？啊，傻狗。我家的西瓜很小，没多大。我数一下多少个，这个钱卖了要给我爸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5个。拿18个吧。乡里面赶集时间有点赶，6点半了，快7点了，到那里估计7点了，还能卖1个多小时就要回来了。还去弄蔬菜，今天早上事情一大堆。现在我们这边西瓜什么价格啊？本地瓜1块，这个无籽瓜我今天估计也只能降到1.4块。如果实在不行，1.3块也得卖。哎，反正出发吧，看街上是个什么情况。现在到街上卖西瓜的是真的多，不知道1块1斤的能不能卖得动，先试试吧。喇叭开始了。卖西瓜。哎，经常出来的皮也没切。卖西瓜可以。西瓜不仅不要切。啊。卖西瓜，那个老人家开张了。黑胡子西瓜，不甜不要钱。卖西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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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胡子西瓜，不甜不要钱。我帮你选一个。卖西瓜，黑胡子西瓜，不甜不要钱。卖西瓜，黑胡子西瓜。我敢钱就在这，三个西瓜就没得问题。卖西瓜，黑胡子西瓜，不甜不要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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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黑胡子西瓜，不甜不要钱，不要钱。卖西瓜，黑胡子西瓜，不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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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钱。卖西瓜，黑胡子西瓜，我加11块，31块钱。卖西瓜，黑胡子西瓜，不甜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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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钱。
你刚刚数了没有？最起码不得有30个卖西瓜的。乡里面之前最多两家三家，加上我三家，今天早上最起码不得有30家。卖西瓜，有些甚至卖8毛的。目前不要钱。一块。今天我自己家这个西瓜品相不怎么好看，哎，也难卖。卖西瓜，黑胡子西瓜，不能牵涉有那俩。卖西瓜，卖西瓜，黑胡子西瓜，不停不要钱。卖西瓜，黑胡子西瓜。卖到哪了？你买的过去哪个物流信息嘞？卖西瓜，卖西瓜，黑胡子西瓜，不停不要钱。卖西瓜，黑胡子西瓜，不停不要钱。卖西瓜便宜嘛，在外面买一斤都买不到，有些地方卖西瓜回到子亏边卖西瓜，卖西瓜，黑胡子西瓜，不停不要钱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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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买西瓜有意思。卖西瓜，西瓜，黑胡子西瓜，不停不要钱。卖西瓜，卖西瓜，黑胡子西瓜，不停不要钱。两刀。卖西瓜，卖西瓜，黑胡子西瓜，不停不要钱。卖西瓜，卖西瓜，黑胡子西瓜，15块钱，不停不要钱。西瓜，不停不要钱。卖西瓜，卖西瓜，黑胡子西瓜，不停不要钱。卖西瓜，卖西瓜，黑胡子西瓜，不停不要钱。我刚刚有那一块，西瓜，卖西瓜，黑胡子西瓜，不停不要钱。卖西瓜，黑胡子西瓜，不停不要钱。卖西瓜，卖西瓜，黑胡子西瓜。这价格就相当于不要钱了，卖的心里滴血啊！批发价都不止这个价，还有朋友订了几个西瓜，一路回去一路卖吧，反正今天上午。不卖完我就不回家，等着走完了上机了。现在来收完粉，虽然西瓜没卖多少，早上还是要吃的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。吃完向那个村里出发啊。我们这边本地的米粉，木耳、海带随便加。你公公种的西瓜今天8毛都卖不动，5毛都卖不动。来吃西瓜，卖不掉我们就自己吃。我争取他一天吃2个，一天吃4个都可以，一天2个。那怎么还有人买了半个？哦，试吃的，对不对？试吃。这么好吃，没人买，他们不吃肉。这个算1块钱都没人买。哦呦，今天还是卖了7、8个。我爸说下乡，他也去，对，还是要老将出马啊。所以再把摘的放在家里的，再包上来。这西瓜好小，4-5斤一个。我这两天卖西瓜的空闲时间，我特意去看了一下那个市场啊，我发现最好卖的就是荔枝，第二就是芒果，芒果也不怎么样。就看弄完这一车西瓜，那个荔枝看能不能搞一下。今天早上一块，基本上卖的都是我这个西瓜。最恼火的是哪一点呢？那些老人家卖西瓜的竟然抢生意抢到我车子旁了。刚好人家下车在我旁边问，就是我收摊的时候嘛，刚好问了1块钱一斤，人家下车准备要买了，他说哎来来来来，我这里8毛。我也就欺负我年轻不会跟他吵架。这七八毛我就6毛钱一斤呢，我讲起来疼的，我俺们没自家屋吃个西瓜嘞。这个我爸说气话的，6毛还是不能卖，毕竟是老人家辛苦种的。好了，现在出发往那上面。我在试着试着要去洗手加地也打得吧。我自个过西瓜打打五年，你就跑到过来，我就不吃。那怎么样？那怎么样？你那你买一家西瓜，你买两家西瓜园的，你买一家西瓜都买不到。太对了。啊，那两家哪里那一家？是的。那差不多是。那两家是？那两家了。那两家哪里那一家？哎，有的，就你每个两家，再给你那一家。有的。啊，9块钱一斤。18元各2家。我是王叔，管的。一定个人。王叔管我家一看，还是多。三木管。三木
我想是天分的吧。哥，都是个西瓜，今年算好几嘞？那哥是个五几个嘞？嗯，那我把这个切西瓜的长发呀，嗯，也就自己家的。但是每个人两两嘞？这个有点重，那九块钱，十九加九二十八。这个卖豆腐的老人家，大家记得不？前天买的西瓜。好，到余金城街，到余金城街买西瓜一箱，问他。买西瓜，不要钱。过年准备休了。这边你不能打啊！当个低压的，你留着养嘞，这边还养，但打养你没打哪块？你要这边，你要对。打老的，15.3，15块钱。这车也快啊、哦，这一块银斤，这速度也快。一块银斤，这真的是处理价了。这个西瓜一块银斤卖的，我心里滴血呀、啊！走了。你家这下苹果有？一张半。嗯，怎么了？你工厂要多少？好的，6.7-6块钱，那15块钱。这边奖嘞？哦，这边奖给你。我要10块，好不好？我再帮你拿。摸肩，哪里开？摸肩，我是得了摸肩。啊？摸了。我来摸红啊，摸红，你个肩呢？我等下大家不得去看过那里。6块钱，好短，几斤啊？斤多六斤半，10块钱。那好像一般的了，我也不要，我比别人重要。我拿这个袋子，这个鼻子也不好听。我那个，我拿你们袋子，我妈接过来。快点回家，回家。给你半块钱。我买的，不打。哇。八十五，这卖的差不多了。这里剩8个，我指的剩8个，油指的剩7个。我爸、啊、也就仗着认识的人多，还好这个西瓜自己家的，人家要尝的切一个，要尝的切一个。这样真的，如果是批发西瓜的话，那真的不用卖了。我这好西瓜到几家送你，有什么关系？那120块钱吧。那，认得钱啊。哎。你公公真的比我还不会做生意。你们全家没有一个会做生意的。智商子，还可以。这是今天的收入吗？这今天的收入想多了，今天一块钱一斤的西瓜，你想有这么多收入啊？虽然做的挺正经的耶。那微信官方做的。老板扫了啊。扫吧，随便扫。我要数一下有多少钱。就算一下。是亏了还是赚了？应该亏不了今天自己的西瓜。不是，今天那些无籽西瓜是赚的了，等于自己卖回来了，不然1块钱一斤娘都嫁不完。娘都嫁不完。我有10个妈都嫁不完。这还是有700块钱啊。有算了啊。500块钱应该有，200多块钱本钱，今天卖了200多块钱。哎，把钱数一数，西瓜看来这是真的没搞头了。我朋友今天早上拉了2车，在我那个箱里面赶集。好像我听他们讲，2个人加起来就卖了20个瓜，还不如我卖的多。先是赶集，又是下乡，今天总共加起来就50个瓜，还剩了15个瓜，就卖了35个瓜。哎，难搞啊！你到娃娃车里你没买了？娃娃车今天不好搞，娃娃车今天价格太高了。